卡米老师，你严老师，这里不会有人来，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理你。我的老师廖小贺，我很珍惜跟大家之间的友情，很希望可以把这个缘分维持得好。我不希望有什么事情造成我们办公室之间的大家气氛变得不好，或者是有尴尬的状况，所以请你认真的回答我的问题，不要再逗着我玩了。好啊，你想问什么？我一定会认真回答你。你喜欢我是吗？是啊，我喜欢你。你认真没有在开玩笑？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我都被人家叫做是花岗岩阎罗王，那么难相处，到底哪里吸引你啊？一开始我也以为自己是被你这块冰冷的花岗岩吸引，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总是筑起高墙。但是慢慢相处之后才发现，我很在意你的一举一动，所以我知道你已经慢慢走进我心里了。严立刚，潘朵拉的盒子是你打开的，你当然要负责到底啊。我呢，是个敢爱敢恨的新时代女性。既然我们现在都把话说清楚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会更积极的采取行动。